野莲复仇骑士，你的罪恶将有血色吞没，希望我不会死。会有100多个人呢、欸，试试看好了。不打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听到骑兵的声音，所以干好多。Soldiers, cut them down！ 哦，不行，干你娘！我应该要骑士先冲上去挡他们，然后再拿步兵上去砍的。这战力差太多了吧？这根本就不是同个档次。他们在太硬了。呀，我要被俘虏了。看，根本就砸他妈鸡蛋砸石头，好不好？